好，国际意外状况带您看画面上，这是美国加州的沙加缅度发生了小飞机迫降高尔夫球场的这样子非常惊险的意外，正好被监视器拍下。主要当时呢，其实有一位球友正在草皮上观察，准备击球，突然小飞机从他后方飞过，机翼先触地，接着机身转向侧滑，他赶快躲到旁边去，差一点就要被机尾给扫中。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小飞机一直侧滑，撞到建筑物才停了下来。这个飞行员手部轻微割伤之外，幸好整个人没有大碍。那他表示，当天他是飞在这400英尺高度飞行时，突然间发生了机械故障，因此选中高尔夫球场相对平坦，才有惊无响的迫降。Hello， 我是李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